说实在，最早的爵士乐刚产生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像现在有几百人表演和国外去国家音乐表演，或者是一开始是很纯艺术的，其实没有。所有的音乐，不管是爵士乐、古典音乐，最早的音乐一开始的需求，人类为什么需要音乐？不外乎都是婚丧喜庆。没错，好、哦，高干同说，莫扎特、贝多芬呢、啊，他们在当年就是帮欧洲的一些贵族处理婚丧喜庆啊，都需要音乐啊，或者是天气太热要祈雨啊，那个祈雨什么的。那爵士乐最早开始的爵士乐啊，其实是婚丧喜庆里面的第二个。丧对，所以是最早的爵士乐就相当于台湾的西松。知道西松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你看起来是藏色的乐队，但是上山的时候要吹难过一点的，那下山不用了，反正其实很开心的走下来，就开开心心敲打了起来啊。因为你在走路嘛，就很自然就是一个进行曲的节奏。后来这种音乐呢，不只用在丧的，变得是开心的事情也用这样的音乐，或者是后村摇篮的市场出来巡曲啊，哇，就会拉着木条，叫那乐队去游行，慢慢的就变成这边的一个传统的逢年过节都要演奏这样的音乐哦。所以你到摇篮去都听得到这样的音乐，这我们称为 Dixieland 哦，它不是那个。迪士尼链啊，不一样啊 ，Dixieland， 而且它的那个贝斯的节奏跟我们后来慢慢听爵士乐很不一样，它有一个特殊的节奏，来请大家看一下，鼓手搭配一下。是给迪士尼的表演的，当然后来这种风格也影响到很多别的音乐，或者说有些在比较现代的音乐，然后 funk 里面，然后也会用到这样的节奏，在后来很多的摇滚音乐里面有这样的节奏哦，所以这就是最早的迪士尼的爵士乐。那刚刚的曲子呢，算是迪士尼爵士乐当中最多人知道的、最多人表演，叫《圣者进行曲》哦，有些可以上去这个底下的乐器行、唱片行，听听看，其实很多都很棒的版本哦。